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搁一届和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。今日咱要做伙来看诗篇第五十七篇。诗篇五十七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我要避伫你遐，避伫你赐予的保护下。天后灾难拢过去，我要求至高的上帝，达行事。拢予我关心的上帝，上帝过对天施恩救我，予吞塌我的人失败见效。上帝过对我失落阻碍甲信息，我倒伫凶恶的人中间，因亲像狮，等待要吞食人，因的喙齿亲像枪，亲像箭，因的舌亲像来的刀。上帝啊！管理的伟大搬过天，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因在我的脚前设罗网，要予我屈服；在我的面前开陷阱，家己颠倒跌落去内面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坚定。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称赞。我的心神啊，就醒起来。琴啊，瑟啊，就醒起来！我要把日头叫醒，主啊！我要在万民中感谢你，在列邦中唱歌称赞你。你的慈爱哪天遐尼高？你的信实透甲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愿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这是一篇咱真实的诗，是诗人伫拄着真大的困难的时，向上帝所发出的呼求。这首诗头前的小标题讲，这是代笔伫个相比色罗王的对杀，秘伫山洞内底时所写的金诗。相关的技术，咱会当参考《撒母尼记下卷》二十四章。诗篇对第五十六一直到六十篇，予人称作是金诗。这代表这些诗是唐公特别宝贵，也带来家看的。这些诗的作者传统上拢认为是大笔。大笔是以色列历史上公认上界伟大的一个君王，建立最多的丰功伟业，开创上界辉煌的一个王朝。但其实伊的一生也充满最多的波折和挑战。伊伫真少年的时候，就予先知撒母尼啊抹油设立做王。但是经过多多年了后，他才真正登基成做王。正式做王之前，他就受到来自色罗王的压迫追杀，几十摆差一点就被抓起来。加在是有上帝的保守和看顾，让他可以得到平安。后来甚至他就要通过刀口对敌的所在，吃到急空急空来求生。照诗头前的这个小标题，这首诗是伫代笔和色罗王对杀啊，秘伫山洞内底时所写的。咱会当试看卖啊，将家己放伫当时代笔的处境内底，咱会怎样来做？咱心内的感受会啥款？代笔伊是一个思想和上帝亲近的人，所以当伊拄到遮尼啊大的困难的时，性命非常危险的时，伊知影只有找求上帝的怜悯和保护。才会当找到出路。伊专心倚靠上帝，投靠伫上帝施顾的下面，确信上帝会供应伊一切的需要。虽然对敌伫伊四周围来包围伊，用刀、用枪、用箭要来攻击伊，但是伊确信伊所倚靠的上帝一定会来拯救伊。所以伊犹原开嘴来阿罗上帝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这个天。愿你的荣光遍照全地。生命内底困境，予咱会通搁较深来体会到家己的有限和软弱，搁较知影家己需要来找求上帝。困难来到的时，会烦恼、会惊吓，我想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认捌上帝、连接伫上帝的人，都无至到绝望，无至到放弃，会当对困境内底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会当予信心和生命搁较成长甲成熟。代笔因为倚靠上帝，伊经历着真实一个真大的反转。
几若摆伊反倒有机会，他会出啊扫罗的名，但是伊因为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，伊无下手来杀死扫罗。伊也提醒家己，得爱有坚定的心、敬虔的灵，得爱时时来阿罗上帝，搁较爱伫列国万民中间来阿罗伊。伫最后，代表安尼宣告：你的慈爱悬到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愿咱和代表同款，伫每一个人生的阶段，拢因为信靠上帝来得到怜悯甲看顾，也领受教育因的稳定。